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，他温柔善良，和蔼可亲。在我眼里，他就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。我每年过生日许的愿望，爸爸总能帮我实现。许个愿吧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们利用我儿子来骗我。平日朗先生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劫持祭典中心？2个小时以前，一架飞机载着一个心脏落地新曼。我要你在1个小时之内把心脏找回来，否则我就开始杀人。我不信你会杀人。你不知道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孩子都能做出些什么。小叔已经不能再等了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凭什么把我孩子的心脏给别人？你们凭什么？我就是个小人物。你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除了你以外，谁不想让他死啊？不管真相有多黑暗，你会不顾一切把他救出来的。爸爸，我梦见我长大了。你会让他。